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李桂敏、陈正香、詹凯辰、卢秀燕、蒋乃馨、王玉敏、陈碧涵等18人，鉴于近年物价连番上涨，导致民众荷包缩水，以致民怨四起，而行政院内部既已建置完善的价格调查资料库，该资料除供内部决策参考之外，更应比照香港以及韩国定期在网络上揭露民生物资的各厂零售价格以及它涨幅的资讯，以便民众能够了解市场的行情，更避免不孝厂商之剥削。原建请行政院建置物价揭露系统，完整公开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之物价调查结果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以上。